有我在的，我会保护你，为着你，我会当卖钱的妈妈。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当然也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让我妈控制很多年了，我现在只想要保护我自己，比我自己活。你咧，你敢愿意永远莫阁甲我分开啊？只要你想好清楚，等下我的身躯边，我就会继续做你背后的查某人。天志。从今以后，我袂阁予别人甲你搭伫脚底，因为我的欠钱无理由受着这样子委屈。过去你有我吃的苦，伫个未来，我嘛一定会想办法，加倍弥补你。只要你愿意当爱我的身躯边，阁相信我一遍，一遍，我绝对会把你的手牵条条，袂阁放过啊。如果是这个隐藏号码，这人到底是谁？伊是安怎会知影这个代志？
又去那门卡靠。老婆，但是你一定要来。你嘞，你来来这，跟什么人约见面？我约客户在这见面啊。客户。你是在怀疑啥？我搁当面问你一解，你跟什么人约见面？我讲啊，甲客户见面啊，又要讲生意个代志是机密，所以哦，找你个饭店这种较秘密个所在讨论啊。客户人呢？伊伫倒啊？啊，不是啊，我先问清楚啊。你哪会来这？而且阁有房卡？因为我拢传一张你甲织田雪做伙来这个相片给我。柯群，你今麦跟我什么话？想要跟我讲？我拄才在外口，确实有拄到织田雪，嘛坐刚一台电梯，啊，刷落来两个人，个人行个人的路，嘛无讲什么话啊。小太太，敢讲你咧怀疑我介意啊？不是我怀疑，是有人怀疑。我哪有可能做这种代志啊？凭你对我的了解，我敢是这种人？传迄个相片甲讯息给你，迄个无聊的人到底是啥物人？伊目的到底是啥？是要使人咱阿母讲真心？刘克群，事出必有因。队长，您的餐点已经准备好了，请问要放哪儿呢？洗衣。跟你压力好。今麦是了暗时瓜，是要创啥？小姐，请慢慢享用。你是在创啥？你现到底要创啥？你希望多靠谁？织田雪无奈对你真失望心。好啊，我即马搬走你的好气啊！织田雪，织田雪，出来！织田雪，快出来！柯群，织田雪，你是到位啊？柯群，你慢点。不会呢，我的太太是国际刑警，伊若是起怀疑，一定爱甲代志摸清楚。伊若是唔相信，所有的线索袂通漏交。好、啊。我即马打电话赵队长，叫伊把监视器去摕来，把这间房间搜证一解，解决伊的疑问。啊，若无，我跳落去三条溪水嘛，洗袂清啊！柯群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这是咱阿妈母的代志，打电话赵队长，是要何况笑袂心？阮某怀疑我头家才是上大的跳话啦！哎，老总，啊，拜谢拜谢，你等足久哈。袂啦，伊来了拄好，物件拄送来，小等咱会当哪食哪讲。请问这位是？这位是阮太太，老秦啊，
就是不风声，鸡也口中，我就是又来家来讨论情友爱的。有请。心肝跟我放较开啊！我和你这点无面子，你肯定可能会生气。袂啦，因陪阿哥伫个啦，很烦恼。伊也是哦，我想替替阿老婆。织田雪骑士爸爸，起立！原来这个报告是讲织田泽爸爸是自由哦，哎呀，恭喜啊，无代志。唔对，自由。织田姐，啊唔，哦，你即马口味食这重哦，含装的你也食会落哦。就是啊，到底什么时阵跟这老查某做伙的啊？连查某囝都这个坏数啊？哪呢哦？我即马都唔是小三，我是小四啊！讲起来哦，这真正是玩弄啦，这唔是什么风流债呢？我无白来啦。迄个时阵哦。齐昌对这查某足痴迷，啊，无想要看齐昌继续安尼聊落去，唔只想讲哦，去甲这个查某啊，通交关一下，哦，甲伊安尼一眉露水，啊，齐昌看清楚这款趁食查某的真面目，甲伊断绝关系啊！啊，谁知这查某是真怀你，我根本甲伊都无熟识嘛，啊，够衰，啊，配一个水烂，嫁一个查某囝，是。查某囝，好笑阿公公，伊毋是阿公的查某囝。伊毋是后生。你老爹骗人！陈先生，你根本就毋是我爸的查某囝。是不是查某囝？不是从爸讲的准算啦。不管怎讲啦，这几十年来，从爸疼疼有气哦，是真心的。你跟我别讲，我爸过去是我疼惜伊，伊现在会崩败，假的就是假的，骗子才会那么介绍。方文丽，你这人是真奇怪呢。你就较早都无想要认这个小妹，啊，即马证明唔是，你唔是应该真欢喜。为滴咯，阮也无碰到恁本家一三五二啊，你是咧生气啥？我当然嘛真生气。我即马还袂怀疑，阮爸变甲安尼，是因为伊知影你啥物秘密。若真正让我查到，阮爸是因为要拆破你的假面具，才会想甲安尼。我绝对爱你受到法律制裁。你俩做到你请我管，有证不证来讲。暖迪卡阿妈，你卖去请白白阿姨啊！阿姨这么水的，你这么近伊，你会甲骨甲乌乌臭臭哦。是田雪，你甲我讲我清楚啊！我爸就讲你不是伊的查某囝，你是不是早就知影真相啊？忘掉啦！我怎会知影？只是讲我家己嘛无愿意面对啊。毕竟我有那爱一个爸爸爱四十几年，伫个爸知影我毋是伊的亲生查某囝之前，伊嘛是足疼我的啊。这四十几年的爸仔囝情，拢是真实。你无资格讲这款话！你利用织田爱来骗我本家财产的时阵，你就失去这个资格啊！哎呀，惠珍哦，即马代志拢真相大白啊，就准拄煞啊！而且这嘛不是你理想五万的结果啊，敢不是？啊，顺顺啊，我那另外送恁一个好消息，我亲戚爸爸嘛出现啊！明仔载哦，我得当当去人家认做鬼宗啊呢，我要开始做彭文学啊。